把你的购物车拿。欢迎回到爱奇艺自制综艺《奇葩说》第七季的现场。好，让我们感谢把你的方方面面拿捏的死死的，每天都爽爽的，感谢不负每一份热爱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好，山一程，水一程，订酒店就同城，感谢藏在微信支付里的同城旅行联合赞助播出。无论梦想多奇葩，一口一口实现它。感谢美味的创造者康师傅红烧牛肉面首席特约赞助播出。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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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网课上作业帮，感谢好成绩有人帮的作业帮直播课特约赞助播出。贝壳 VR 真是好，躺着就能把房找，感谢特别合作伙伴全是 VR 真房源的贝壳找房赞助播出。只要有它暖肚子，再也不愁过日子。感谢暖腹黑科技，好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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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苏菲好暖卫生巾行业赞助播出。找工作上前程无忧会，前程无忧，感谢带你前程无忧的前程无忧行业赞助播出。谢谢大家，来，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一v一的辩论哈。来，让我们看一看。第一道题目，热爱的工作令我秃头，要不要辞职？两位辩手是东北英语姐欧阳超，有请两位。被这个组了、啊。同志们好，我叫欧阳超，是一个二级口译和 stand up comedy 脱口秀爱好者。你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字？30年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字，这是真吗？这是假货呀！说到该不该辞职等等，尤其是你热爱的工作，这就让人很愤怒。嗯，因为你一个爱岗敬业的工作，怎么可以随随便便辞职呢？我一看到我就了解到欧阳超是前世今生之后，我觉得我的妈呀，这是个啥人啊？我是二级口译，好像东北英语姐也考过二级口译，就有一种找到知己的感觉。一个英语姐，一个英语口译啊。英语姐，你是要辞职？要。要辞职？欧阳超不辞职啊？不辞职。剪刀石头布，来，欧阳超选择。我先说吧。你先开始，准备好了吗？你抻着我干嘛呀？你给我一个活口行不行？好，可以了啊！欧Sir太帅了。3分钟开始。别辞。来了。因为秃头，就业难。你本来就丑，加上光头，HR 给你面试还得戴护目镜啊。
荒谬大师，如果你觉得热爱的工作令你秃头，这说明什么？说明你没文化。我就很爱文化，我读小学的时候学习委员就选我当班主任，班主任选我当学习委员。所以我就专门请教了我的嫂子，北京大学皮肤学的博士，为什么秃头。他说秃头就是因为雄激素受体跟二氢睾酮共同作用，是基因决定的，雌不雌都秃。辞掉心爱的工作不开心秃更快。辞掉心爱的工作，你有没有想过对自己对人民的后果？我有个朋友辞掉心爱的工作，换了个清闲的，一身本领无处施展，天天迟到怼人，到食堂迟到了，阿姨说不能吃了，8:30不能吃了，8:30不能吃，可现在是9:00。I have no time。 一个早上去2趟食堂，阿姨说你怎么又来了，我拉了个包，什么样的包啊，肉包。这样的工作态度把核心价值观放在何处啊。第二，让人民失望透顶，工作换来换去，业务不精，会出人命的。我前2天在大兴推拿，师傅都要把我按死了。你以前做什么的？做烧饼。这样的业务水平怎么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啊。 Don't lie to yourself， 别骗自己了，你想此不是觉得头发少，而是钱少，而之所以觉得钱少，也是受了各种奇葩影视剧奢靡之风的误导。比如男主跟女主说，前排就是我的法拉利，我送你回家吧，就没有一个接地气的男主说，前排就是 Hello Bike， 我扫你回家吧。或者你自己扫可以收取绿色能量种树，推动绿色发展。同志们，热爱的工作是什么？热爱你的工作，让头发像香山红叶随风飘落。这才叫戛然而止。没听到，没听到，没听到。Bravo！ 奇葩说呀，真的奇葩说呀！笑出眼泪。你海选的时候没有觉得有乐趣，对不对？没有这么有乐趣，今天冲击太大。好。东北英语姐3分钟开始。热爱的工作把我头发都薅秃了，那我不走还等啥呢？你说俺们为啥会秃啊？你想想，因为焦虑，那种焦虑你化解不掉。我工作完不成，我还干不好，我就像一个骑手的奥拓，干上了 F1 的赛道。大伙儿啊，你看看你脚底下有没有3根头发？哎，就摆出了 SOS 的造型。你的身体现在已经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了，怎么的？难道你还要装没看着吗？你说我要是个秃导亮，谁还跟我搞对象？哎，超，你想姐咋样？要不俺俩就共赴婚礼的殿堂呗？你答应我呀！你看，嫌我磕碜，嫌我秃。你说俺们中年的夫妻啊，我长得顺眼我都怕被小三儿，何况是我一个秃了瓢的媳妇儿。哎我天，我这一回家人家超非得问我不可，你这是回家呀你还是要出家呀？姐哈，原来干翻译的，我那会儿得跨省上班，我住在河北的涿州，我早上4点多就起来啊，我早上花30个小时嘎巴刚到办公室，桌上落震后材料告我3天药。
就这样的事儿，我跟你说是屡见不鲜。你说姐，就是咱爱英语这玩意儿，就是面对这个工作当中常年这种鸡零狗碎，我这种热爱就已经被折磨的消耗殆尽。所以不是我热爱的这个事儿不好，是这个工作本身让我的身体吃不消。所以两年以前，我离开了我工作了将近20年的单位，我嘎巴一下我就走了。走了以后，我才发现，哎，我外头世界老大了。在我原来的这份热爱之外，我还有更多的选择。姐，作为过来人，就告诉你，你放过自己吧，给你一个机会。姐，这老大岁数都敢，你们有啥不敢的？哎，开杠，从欧阳超开始。You said you have given up your job, but you still haven't, because today, right here, right now, when you're standing here, you're still wearing this brand saying English sister, because you can't afford to give up English. No, this is not another job. This is not a previous job, you know? Because I cannot tolerate the pressure, and I got something wrong with my body, so I have to quit.That's correct, because you have given up a job you hate. And today,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job you passion about. No, why? 我听不懂，好吗？这是什么地方？ No, I do not hate my job. I mean, I cannot tolerate the pressure. I don't wrong with my body, you see it? 两个嘲笑你。If you decide, you have no chance to do more to your job. Tell me about it. In this fierce competing world, where can you find a job that does not consume any of your energy? Your hair's gonna grow. No way, we're talking about a losing of your hair. Now, the preposition is that I didn't lose my hair, so I do not have to quit. I will be the baby king. 姐，你时间到了。欧阳超，你还有13秒。That is why you still have a full head of hair.人类群星闪耀时当中，斯威格说，我们最大的幸运就是找到了人生的使命。高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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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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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超哥厉害。好，没关系啊，大家沉静一下，来，大王帮我们分析一下他们刚才说的事。真要说，总的来说就是他们一个觉得那个头发是他热爱的头发，是他最宝贵的东西，所以不能丢舍，所以应该不要。My health, yeah, 所以不要辞职。一个会觉得头发这东西可有可无，是一种雄激素的问题，所以说必须要辞职，就是这样。哇，一本正经胡说八道，这纯粹是猜测啊。二级。猜测口译。这样，那个我们结辩的时候，要不要换一种语言？每人30秒，从我姐开始啊，30秒。我们很多时候会把热爱当作借口，实际上是我们没有那个勇气去改变，我们总是怕我们再也找不着像现在这么好的工作了。但你要知道，成年人的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我们在热爱的背面不是不爱，我们还有一个中间地带，叫做自在，叫做还不赖。我们在这里一样可以感到从容，一样可以感到欢喜。而我想明白这件事情，我用了20年的时间，一个人有多少个20年的年轻人吗？我不希望你们浪费时间，如果你感到有压力，咱就走吧。嗯，欧阳超30秒。想治秃头别辞职，找我嫂子。但是不要放弃你的梦想，就算基因注定你秃头又怎样，随着你的头渐渐发光发亮，你的老板会在楼道注意到你的，会看到你的付出，从毛头小子变成一拳超人。一拳超人。到了年底，公司的年会，聚光灯跟头灯交相辉映，Because you are the shining star.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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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ing. 欧阳超太炸了。最后还给自己来点音效，什么哔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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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给他们两位投票，5、4、3、2、1。
76-20，欧阳超晋级。来，欧阳超，祝贺你成功晋级。欧阳超，你选择英语姐就是憋着要跟她说英文是吗？因为在奇葩说的舞台7年了，好像从来没有用英文开杠过，然后大家对我的印象可能觉得是一个只会咆哮的大老粗，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知道我的英语水平也是有点牛的，有点牛的。然后我再解释一下，大王刚刚说的那一段内容是我们立论的内容，跟我们的开杠好像没什么关系。你以为大家不知道吗？非要你讲出来。大王，大王好可爱。他是那个不是同声传译，他是延时传译。英语姐，谢谢你来参加，谢谢大家。奇葩说，谢谢，谢谢英语姐，拜拜。加油，英语姐。加油，拜拜。对于我来到奇葩说这件事情，就是我做到了一点。我在选择我自己想说的话题，我在非常坚定地说我自己想说的话。至于我能影响多少人，我能改变多少人，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但是我能决定的是做我自己。来，下一道题目是，从明天开始，奇葩星球一切社交媒体都显示真名，你支持吗？两位辩手是苏梅月、臧鸿飞。好漂亮啊！这么爱的女生。Hello， 大家好，我是苏梅月，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今年在读大三。这里是中国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现场。至高追求是想做一个大型节目的主持人。奇葩说是这种语言类的节目，语言表达的过程又是一个价值碰撞很激烈的过程，就这种感觉会让我觉得很爽。你现在只有李佳杰、Sherry 和臧鸿飞可选。我不跟女生打架。哇，这女孩好棒啊！只要是女孩想找我 PK， 我都一直在摇手。我特别怕，我一说着说着声音又特别大，然后我表情管理也不好。我也不是冲她，我也不是冲谁，就是，可能就是当年的那个工作习惯，我经常把它当成一个摇滚乐舞台在处理，所以显得声音又大又愤怒。就我有一天，我凌晨4点多钟改稿子，改到就是莫名想哭，然后我就是发了一条微信，菲菲秒回了我，然后菲菲老师说我也没怎么准备，我能信吗？说点关场面的话，我希望比赛是精彩的。我觉得最大的对最大的对手的尊重。你看我这一个结巴，非让我三分钟说。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奇葩说辩手臧鸿飞。这个赛段我没想到马老师对我恶意这么重，你知道掐到整三分钟对一个结巴有多难吗？第一遍掐表3分40秒，第二遍那段没结巴又变2分50了。没有想到他们这么难为我，但是我尽量今天说好。加油加油。好，来我们看一看啊，那苏梅月是支持显示真名，臧鸿飞反对。来，剪刀石头布，你挑吧，我都可以。啊，这样吗？那好，那您先开。好，我先开。来，好，那就臧鸿飞3分钟时间，要不你先说一段，我再来开始。给我容个3秒，就是给我接了时间进来，别一直敲木鱼，真的是太。咱们按照乐队的规矩来，好吧？哒哒哒哒，开始。奇葩星球所有的人都要求真名，首先不同意的人是什么？那些名字不好听的人。那些名字不好听的人，他们特别惨。你想想，他们不能文艺，不能伤感，不能矫情。比如啊，每个傍晚咱们矫情一下在互联网上啊，你的世界倾盆大雨，而我却没有伞，署名轻舞飞扬。大家一听，哇，好文艺。换个名字，哇，你的世界倾盆大雨，而我却没有伞，署名王铁柱。你会有点觉得铁柱怎么了？大老爷们儿，咱们下雨怎么了？咱们就带上塑料袋，咱们就大步，咱们就往前走，是吧？你再想一个场景，我们是糖，甜到忧伤，木马，哇，好文艺。
我们是糖，甜到忧伤，牛志强。你想牛志强，你这人能不能少吃点糖？你少吃点糖，你不这么忧伤了、而且为什么一直想要真名，就是一直在网上在说什么杠精啊，这些网上的恶意嘛，是吧？恶意因为实名有能不能没有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咱们如果实名了咱们会没有什么，如果实名了你们就再也没有地方去吐槽你们的老板了，你们加班就得忍着，如果实名了你们再没有地方吐槽那些熊孩子和那些对你说话没有界限的亲戚了。 玩完你的玩具坏了，你坏，哎呀怎么这样，第一个留言你二姑，哎呦你可是长大了啊，大年初五拿着点心匣子来你们家，我们家孩子这么小玩玩你玩具怎么了，你还上网去骂，那时候你什么都不能吐槽，你是不是得憋死。好，张姐好，其实大家这样想，我们是在说什么，就是因为互联网因为匿名有巨大的恶意，可是大家想过吗，互联网因为匿名也有巨大的善意，我们谁没有在互联网上帮助过别人，没有看到那些呼救的时候，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敢管，为什么，我不敢管，我怕挨揍，但是在互联网上我们就敢管，我们就能那些人去求助的时候，那些人有难的时候我们愿意为他转发，我们愿意说加油，多少问题就因为我们在互联网上帮他们转发他们得到解决了。我看到一个女孩，她因为家暴在网上求助，有一个女孩给她留言说，我也被家暴过，你应该这样这样这样维护自己，他的名字是一串数字，不正是这串数字保护了他的隐私，让他敢抛开伤口来勇敢地帮助另外一个陌生的女孩吗？光看到那个匿名巨大的恶意了，说啊杠精杠精，那巨大的善意呢，是吧？如果有一天我们有事的时候，我们不是还是需要这个巨大的善意吗，是吧？最后我想说，科技现在多浪漫啊，它给了我们一个世界啊，以前的人从来没有人能拥有两个世界，一个虚拟世界，一个现实世界。今天因为现实世界有一点不好，我们要把这个现实世界抹杀实名制，就是没有虚拟世界了。大家想一想，两个世界一定会比第一个世界好，不管它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有选择，有选择一定比没选择强。正好玩你的观点很好，你老跟那三分钟较什么劲啊？您知道您有多闹心吗？在我那边看着，还人家就差一句话，您这蹦蹦蹦，可是学完打鼓了。好好好，在后面每一次停顿，我都以为他要断气，就是。啊，苏梅月，三分钟开始。首先先来对菲菲老师刚才的几个观点说一下我自己的见解。第一，我们的名字如果不好听，在现在我们觉得不开心，不想让它暴露在网上，怎么办？不怎么办，因为只要这条规则被实行，你的爸妈起名的时候就会更负责更走心，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第二，菲菲老师讲，哎，我要吐槽我的老板，顶着真名吐槽才是勇士，躲在背后不讲武德，真的就不大好。第三，两个世界不一定比一个世界更好，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想说的那些抱怨，想倾吐的那些心里的小秘密，想要的那个树洞，它依然存在在我们的手机备忘录里，在我们的日记本里，就像你暗恋一个人把他的名字写在你高中时候的草稿本里一样，但是你不会因为你的 QQ 空间、人人网、BBS 用的是什么用户1389或者轻舞飞扬、王铁柱、田二妞，就敢去把它发到那里，因为你知道，如果有一个人他想伤害你，他就会把这个树洞当作陷阱。那个时候你掉以轻心，以为自己安全了，说了不该说的话，说了情绪激动下说出的错误的话。等他挖出来了呢？那才是真正伤害你的利刃，他霸凌你，嘲笑你，可是那个炸弹是你自己埋的，找谁说理啊？再来，名字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们说名字显示真名就可以让其他星球的网络社交媒体变得更好？名字是我们每一个人区分于彼此的证据。举个例子，我们吃猪肉吃羊肉，但是你不会想吃小猪佩奇和小羊多利，因为从他有了名字的那一刻开始，他被人格化了，他区分于其他的猪和羊了。人也是一样，我们的名字就是我们身后的尊严名誉，它甚至还意味着我们背后的那个家族。我们在乎自己的名誉和尊严，于是对自己的言行有所忌惮，爱惜自己的羽毛。
我们躲在匿名的马甲背后，仅仅只是给施暴者提供了更大的空间，给了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去伤害我们的可能性。我们所希望的这颗星球，这颗星球上的网络社交媒体究竟是什么样的？它一定不是一个情绪永远比事实有力量，极端永远比客观有流量的地方，它是一个让我们安全生活的地方。好，现在开杠，从范鸿飞，你准备，你倒倒气，倒倒气。怎么老折磨人？来来，三二一，开始。好，咱们就说一下网暴的逻辑。网暴是骂吗？不是，网暴的核心逻辑是扒，扒你的隐私，扒你的家庭，扒你的住址，扒你的学校。如果所有人都实名制，不是让每个人都更容易被网暴吗？我们每个人都更接近那个风暴的中心了吗？我知道所有人的真名，但是真名是让所有人统一保持真实，在这个世界上用自己的真名坦坦荡荡、光明正大的去生活。那么那些施暴者他就不能再做这些阴暗的事情，不讲武德的去伤害别人，肆无忌惮的窥探别人的隐私，因为他做错了，他不敢。以前有过类似于真名的社交网络，咱们有啊，人人网，后来他倒闭了。但是在人人网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仍然怀念人人网？为什么大家拥有过那段使用人人网的快乐的时间？它因为经济的原因或者其他种种我不能理解的社会科学的原因倒闭了，不能证明它没有给我们美好的生活环境。不是因为我们每个人主动或不主动地选择了一个更私密的互联网环境，这是我们所有人的选择。这不是我们所有人的选择，它可能是那些追求在生命层面上更有精神自由、非自由勿宁死的选择。但是这不是我们把自己精神层面的追求凌驾于他人生活受到威胁、受到伤害可能性基础之上的原因。我们要在意那些在生活里需要被保护的弱者。哎，我加了你微信了啊，你微信为什么不用真名？苏明月，你没有时间了，来。我觉得他刚才说的不对，我觉得。我们的名字臧鸿飞、王强是父母给我们的名字，是父母给我们的祝愿。我们网名是我们成年之后，我们有独立人格，我们送给我们自己的名字。这个名字特别珍贵，是我们给我们自己的。他说恶意，所有人实名并不可能让恶意消解，他只是藏得更深了。飞飞，你没有时间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耽误了。您就是说少给少多多给三秒钟也没给，这企业家一句真话都没有。我们结辩啊，结辩啊，好好的，好不容易都来都来了，大过年的，大过年的来都来了。从苏明月结辩开始，先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不用真名？因为这还不是一条规则，因为当我用真名的时候别人不用，所以我是危险的。但如果所有人都用真名了，这种可能性就被降低了。可能我们能做的很少，永远不能做到让所有的恶意都不发生，但我们做出一点点小小的努力，它有一点点的不便利，却可以让这种危险发生的可能性变小再变小。我觉得值得。他好舒服呀，漂漂亮亮，舒舒服服。臧鸿飞，三十秒开始。我挨了这么多骂，我为什么不支持实名制？我有一个特别小的小号，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但是我不能跟我妈说的，不能跟我对象说的，不能跟所有朋友说，我所有的那些事儿我可以告诉他。你知道吗？虚拟世界它像一个巨大的树洞，它不认识我们任何人，但是它能接纳我们任何人。今天的实名制就是砍倒这棵大树，大家想想那个画面，砍倒大树还剩下什么？剩下那些本来想倾诉的赤身裸体手足无措的小孩，他们看他们身后还有什么？一片荒野，什么都没有。咱们不要做这样的事儿。谢谢大家。好，来，我们给他们两位投票，五四三二一，哎，臧鸿飞86票胜出。好，谢谢你们给我投票的，谢谢。菲菲这次回来以后，康永哥好像还挺高兴的。很高兴，我很喜欢这种濒临死亡边缘的辩论方式，就是讲着讲着写就要过去了的感觉。可是你刚才加了这个女生微信啊？对，
马老师说物理距离决定了化学反应，虽然我初中毕业不知道什么，就是他的意思让我们多联系。那你现在用这么悬殊的票数把人家给淘汰了，你要跟他联系什么呢？我们互相答应对方，谁赢了就请对方吃饭。哎呀，你这个路铺得很远啊。不是，是他逼出来的，这样显得我多油腻，是他说的。但是我会请的，我会请的，我会请的。我说物理距离决定化学反应是大家在学习上多帮忙，实在不行还可以用作业帮帮学帮会帮学会。你们有互相帮助过在辩论上？就是我可以下载完作业帮然后传给他，这样他就不用花那个网费了吗？哇，你觉得作业帮很贵吗？没有，就不是能省一点是一点，这是学生呢。不是，您突然广告我很难接。没有那么好接。张鸿飞觉得整个世界都很困难了。刘教授，对这题你本身自己的立场是什么？我是站在反方的。对，其实这里边是有一个自由跟安全之间的一个平衡的问题。如果另外一个世界跟我们的现实世界是完全一样的自由度和一样的安全度，它没有必要被创造出来。我觉得菲菲的立论我当然赞同。其实虚拟是一个人类社会非常伟大的一个发明。我们知道哥白尼他自己支持日心说，但是害怕受到各种迫害，所以他说我要死之后才发表我的著作，如果当时可以有匿名制度的话，他就可以更早的去发表。所以呢，匿名制是一个很伟大的发明。但是我们给菲菲的票当中，尤其是因为这个辩题本身给菲菲的，所以我觉得梅月是有点吃亏。所以呢，菲菲要晋级，我会给梅月一个壮士刘福全。好，那就这样，臧鸿飞成功晋级。哎，开始吗？帅的。好，让我们来看一看苏梅月导师有没有壮士留步。三，一票，二，一。苏梅月，谢谢你来参加奇葩说，再见。很可惜，很可惜，很棒，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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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谢谢谢谢谢谢，拜拜。肯定会遗憾，但是遗憾的是这个输赢的结果，但是真的不遗憾这场比赛的过程。好，好像是最后一道辩题和最后两位辩手了，会是谁呢？我们看看辩题。婚礼当天发现还是没有那么爱他，要不要逃婚？两位辩手是熊浩、焕俊，有请两位。我是没有用。微光会吸引微光，微光会照亮微光，我们相互找到，然后我们一起发光，这种光才能把那个压榨的阴霾照亮。谢谢大家。熊浩他的辩论部分是扎实的，人长得帅呀，然后萌萌的呀，等等，所有的这一系列东西让好多观众对他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和期待。熊浩学长明显是一个非常仙气飘飘的，对，然后在云端打辩论的那种类型，很稳，然后娓娓道来，一束光的嘛。哎，焕俊就是个傻子，我就跟他说别贴熊浩，别贴熊浩，熊浩谁敢贴啊？哇，焕俊，大家好，我是焕俊。见导师的时候，我不是说过一句话，说，我不爱听道理，我觉得奇葩说越来越没意思了，因为你们太会讲道理了，奇葩没有了，很像百家讲坛。然后这个题目，我就觉得还蛮浪漫的。完了。我不讲道理。哎，没不给我反应吗？你哇！你觉得他实力怎么样？当时我有看他打过辩论啊，当时我就觉得哎还蛮帅，因为其他几个讲道理的真的就是还好、啊，
就是讲话确实还蛮有魅力，但是魅力大概是在前五句，第六句我也不想听了。我看过幻俊的那个见导师的那个环节，情绪能量非常足，同时呢很具有表演性。这都还好吧？我都不是特别擅长音乐。那怎么办？那咱的优势是啥？怎么办？咱们的优势就是，我那天如果要穿黑西装，就足够的正，你知道吗？我有什么想对熊浩说，就是早点睡，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写稿子啊，让我输得也漂亮一点，因为我长得也还不错。同学，差不多了啊。熊浩老师，我给自己加个油。你笑什么笑？你往这边。好。对，是真的搭。欢迎两位新人。你们今天衣服也很配啊。我就是不想逃啊，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好，熊浩介绍一下自己。各位好，我是熊浩，我是一名大学老师。大家好，我叫幻俊，然后呢我也是一个自媒体博主，然后我想跟熊浩讲一句话，今天这场辩论婚礼你逃不掉了。等了这么久是不是？我觉得跟我上次的体验其实是很相似的。上次遭遇到王苹果。您单身吗？单身关你什么事啊？好，来吧，剪刀石头布。好，剪刀石头布。来，熊浩选择。那我选择后开。好，那我先说了。好，幻俊，三分钟开始。婚礼当天发现还是没那么爱他，你要不要逃？逃个什么啊？婚礼当天啊，好家伙，你昨天不逃，明天不逃，你就非得今天逃。熊浩老师，你是不是觉得你婚礼当天穿西装跑得比较方便啊？我穿婚纱我跑不过你啊。真的是啊，别人都是结束了爱情的长跑，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你嘞先走进婚姻殿堂，然后准备起跑啊。那我这边份子钱都给你了啊，那我饭吃一半，你这一跑我又没吃饱，更不敢打包了。你这个事情你是实在没有礼貌哈。而且呢，你这一跑相当于放了一个最大型的鸽子，你看丫爷新娘家请了2000多人哦，在场还有几个道上混的好大哥，你觉得你这一跑你还回得来吗？3年5载你就回不来了。那一个人在外面呢，我们还是需要点钱的，是不是？因为独在异乡为异客，没钱吃饭你会肚子饿，所以呢你这个人就是偏浮躁了啊。咱们给自己一点时间，不要着急，当天收拾好行李跟钱，我们日后再跑。好，再来，我反对你的发现啊，你既然当天跑得那么匆忙，那你这个人也不怎么聪明吧，那你的发现就一定准确吗？你可能只是喝多了啊，对，你醒来以后可能还会有新的发现，哎，我为什么要逃婚你自己都不知道，所以你的发现有什么了不起，你又不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啊。还有婚礼上哈，新娘都想着什么幸福和美好啊，你呢想着从哪个门跑，我告诉你哈，哪个门你都跑不掉的。那你跑的话是不是还得 有人来接你？谁？你的朋友吗？你朋友不是全在里面参加你婚礼吗？滴滴司机，那这个更不行了哦，因为你上了车以后你会非常着急啊，跟司机说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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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机说看你穿成这样以为你着急结婚，又给你送回来了啊。对不对？好没用嘛。什么荒谬的梗。为你长了这么大你是有点活不明白了，不是所有事情你都可以为所欲为的，没那么喜欢你就要跑。我这边告诉你，我跟你打辩论也没那么简单，我为什么没有跑还不是因为我尊重你吗？所以呢你可以不做他的爱人，但是你至少做个人吧。因为我本人呢也是被经历过被抛弃，我当下呢也是个新娘，哑巴新娘，我悲伤到我都说不出一句话来。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什么？讨论的是你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啊去结束一段感情。你不那么爱我 OK， 但是至少让我们彼此体面的分开。D
滴滴司机又把你送回来。可以的，可以的。来，熊浩，来，正方三分钟开始。各位从这个欢笑的氛围里面出来。刚才杨幂老师说奇葩说有不一样的颜色，我完全同意。但今天这道题你仔细想，其实是彻底的黑色的。婚礼的现场一定非常喧闹，但是如果在婚礼的现场有一位不爱那个新郎的新娘，可能只有她能够穿越各种喧嚣的声音，依然能够清晰地听到自己雪白色婚纱后面淅淅沥沥的哭声。对所有旁观者来讲，这是喧闹的喜宴，可对于她不爱，这一切摆设全是深渊。人生有的时候回望的时候非常苍凉，各位打开你的手掌，你算一下，我们从小到大做过多少次自由由衷的决定。家庭不是我们选的，性命不是我们选的，性别、长相、成长的阅历，哪件事情是你自己选的？怎么长大了成人了可以控制自己人生，最后发现幸福还是由不得你选呢？昨天琪琪说过一句话特别好，他说冯骥才先生说，风可以吹走好大好大一张白纸，却吹不动好小好小一只蝴蝶。因为自由的那一点点光亮就是不顺从啊。所以各位在幸福这件事情上不要低估了你的勇敢，你有一万个理由做自己的英雄。第二，换个角度，我们看这个题目当中那个特别不讨喜的人，就是这个主人公，他就问焕俊说，他肯定很拧巴嘛，不是早一天不是晚一天，为什么是当天，结婚的当天？各位细想，如果你对人性有一点点体谅式的揣摩，你就会看到说他可能面对的结构、环境、舆论、三姑六婆太强大了。一个普通的人如果不用这种绽放式的方式去宣布，即使我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平凡人，我有一些基本的生命原则，也绝对不容僭越，他有什么方法呢？所以逃离与其说是逃跑，不如说是宣誓，他把我是谁，我要什么，爱什么，恨什么，什么事情我坚决不能做，写到天空之上。所以各位，这不是逃离，这是震慑和澄清。当然这个题非常 drama， 我相信我和他都不可能出现在逃婚的现场，绝不可能。那对我们普通人来讲，这个题到底在讲什么？四个字，当机立断。我们上错了一辆公交，我们也没有在最合适的时候下车，然后怎么办？你坐到底啊，你心里面肯定非常焦虑，因为你在问自己什么时候下，什么时候下。Right now， 各位，此时此刻就是下车最好的时间。在座各位非常的年轻，在未来一定会面对关于自己生命许诺的幸福时刻，请你相信，你永远可以选，因为你不是纸，你是璀璨的蝴蝶。完全听不懂，大家开心一点结束不好吗？好了，焕俊，来来来，开杠开杠。我先吗？对，你先开始。你要跑去哪里啊？你笑什么笑？离开那个现场，跑到任何让我自在舒服可以回忆反思这一切的地方都是好的地方，但停在那个地方就不是好的地方。来，我请教你一个问题，你上错了车接下来怎么办？那车子要停下来吧。啊，车没停下来你跳下去吗？还有你刚才就没回答我的问题，他就不知道具体去哪里，所以这个人呢没给自己准备，你一逃那你就是太冲动。来，大家重新审一下这个题，这个题里面在我看来最关键的字形就是发现还是没有那么，你仔细体会这几个字，这真的是深思熟虑。你们有没有想到，如果你们在结婚当天想完熊浩老师这一段，婚礼都结束了，你还逃什么？来，所以我们需要给各位足够的勇气，让你即使在如临深渊之前也有回头的力量，这才是我讲那么多重要话对大家的启示。哇哦，那你觉得我漂亮吗？我不知道这个题为什么要讨论这个。因为我站在他面前，他发现我不咋漂亮，那你当天发现没那么爱他就一定准确吗？
不是当天，我刚才说过这个题，这是反复琢磨的后果。哦，反复琢磨，非得当天淘宝，就是给大家难堪，你偏会给自己加戏。熊浩没有时间了，我没时间了。叫你爱讲，他前面还教我嘞。所以呢，我跟你讲哈，大家，他说没那么爱他，很正常，这是婚姻的本质啊。我当天没那么爱他，我十年如一日没那么爱他，这说明什么？我这个人很安稳啊，很稳定啊。哦，你一开始就看到了婚姻最好的状态，你跑什么？跑什么？哎，还剩三秒。啊，那不要跑啊，爱你。爱你。那最后这个结辩应该叫做什么呢？离婚誓言吗？还是怎么？没有，婚礼陈词啊，婚礼陈词。嗯、好，那这次应该是熊浩开始哈。焕俊有个关键的点，他告诉大家说，其实没有那么爱也没有关系。我的想法相反，我在起点上爱的浓烈了一点，对大家来讲关系重大。我们听过一句话叫七年之痒，他是说到了七年 ，magically， 你们就不相爱了吗？他肯定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现实生活中柴米油盐酱醋茶会不断消磨你们的爱。在起点上如果是90分，我们可能期待一个70分的收场，你今天没那么爱他，你起点上就是60分，终身裸奔。范俊30秒。大家接地气一点哈，今天这场婚礼呢，不是让你跟那个没那么爱的人永远捆绑在一起啊。你逃跑是让那个对方遭受完感情的暴击啊，当下还要自己一个人去面对现场一切的压力。好聚好散啊，一直都是我们感情世界里希望看到的最后一道微光。如果你想继续与微光吸引微光啊，那么你不要搞得这么难堪，不要逃，这是对感情的负责。也是你这个渣男最后的品格。谢谢大家，爱大家，爱大家。我们给他们两位投票，熊浩、焕俊，请投票。五，投我，快投我，投我，来，投我，不要逃，大家都不要逃。三，二，还是差了一点。一。我们1v1砍半赛到这儿貌似告一段落，下面一个环节进行一派胡言反驳赛。我觉得是很适合我的一个赛制。我非常不擅长这个赛制。我觉得对于像陈明学长、像席瑞这样的辩手来说多吃亏呀、啊。